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最近就是出了一个单曲，然后是为了要宣导流浪动物权益的，因为台湾动保这块真的是需要进步，所以希望可以出一份力。那为什么会晋升到这一块呢？是因为我本来在小时候跟家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大概6岁移民，然后那个时候移民的时候呢，毕业就大学毕业是做老师，然后还有就是辅导员的训练员，然后那时候在一个算是一个名牌私校吧，自己说，然后就是我爸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来台湾探亲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是发生意外中风，那我之后就是辞职照顾他，然后就发现就是有很多算是权益没有那么好的族群，还有流浪动物在台湾很需要帮助。那在我爸过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世事真的是蛮无常的，就可能你随便眨个眼睛，你就会发生什么意外，这样感觉好可怕。但是会觉得说，剩下的生命要好好利用啦，所以就希望可以投身一些推广一些我在乎的议题，比如说像环保啊、年长者权益，然后流浪动物的权益，然后小孩子就孤儿的权益等等的，我都想要推广给大家这样。没错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最近发的那个单曲叫做《单身狗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首歌是我自己填词制作，然后请那个张简君伟老师特别去邀请他。为什么会邀请他呢？因为他有写过蛮多关于环保的歌，我觉得我们理念很像。然后他有一首歌叫做《路过人间》，那首歌其实蛮触动我的心的，就是也是讲说一个爱情观也是有点世事无常吧，就会觉得有一点跟我的理念非常非常的像。那老师也欣然的答应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然后华纳也非常的支持，我们自己家公司也非常支持我推广动保这一块啊。每年12月的时候，公司也会跟我一起合办一个圣诞村，在流浪动物园区那边，然后我们会帮他弄很多装置艺术，然后就会请很多艺人朋友们来共襄盛举，推广那个流浪动物园区的理念。哦，明世的剧我爱看，我妈也很爱看。谢谢。对，刚刚讲到单身狗，对，自己现在是。哎呦，这就不用讲出来了，不然怎么会写单身狗呢？流浪狗就是还没有找到主人。也是单身状态。对啊，我就是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蛮心酸的，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来让大家知道人类的心酸跟动物的心酸是很像的，要多想一下，这样可以做个连结。所以单身多久？单身多久？哦，你突然这样问我，都已经不记得了，因为真的很忙啊，就没有时间，而且我要台湾跟加拿大飞来飞去的。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接受哎，而且我是一个很讨厌被管的人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还是不要交比较好。所以感情就跟吃素。对，我就是一个没有。真的吃素？对啊，我吃素，我吃全素这样。对，所以感情现在也吃全素。对啦，我就差不多可以出家了。可是我吃素不是因为宗教啦，是因为爱动物跟环保。所以没有在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然后认识不错的孩子。我觉得比较少哎，是帅哥都不喜欢做公益吗？没有，没有啦，就是主要是飞来飞去这一点会比较难让人家喜欢，我觉得，或者是追求者我会觉得烦，因为就不想被管。我是一个任性的自由的灵魂。过去分手是因为，对，大部分是因为远距离，然后还有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个性有点太独立了吧，对，我行我素一点。但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你会建议你男朋友吃荤吗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交不到男朋友？不是，没有，男朋友可以吃荤，随便他。但你之前上月分手是上一任分手是因为
还记得，是因为主要是个性不合，然后还有远距离，就是那任就是比较爱管东管西一点，就可能就是什么穿的衣服啦，然后什么回家要报备啊等等的，我就会觉得你不要管我。现在在哪里的频率比较高？一半一半，一半台湾，一半加拿大。但是明年一月开始，因为会再发五六首单曲，所以明年我会把两只领养的狗狗带回来台湾一月的时候，然后大概会在台湾待个两年左右。对，家人都还在那边。家人也是跟我一样，都会飞来飞去的。对啊，就是热的时候就飞去加拿大。你来就把他们带过来这样。对，因为我妈妈有那个失智症，就是需要近身照顾。然后请看护的话，他又会比较排斥，就希望大家也去注意这一块，因为失智症的病人其实他会有很多，就是他自己脑袋不是非常的清晰，那他也不是故意闹脾气的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多担待一点，跟他开开玩笑的方式过去就好了。那你这样会不会一忙下来，有时候也是会那个心力交瘁？我就会节省吃饭的时间，然后多睡觉这样。我是一个宁愿睡觉也不要吃饭的人。但其实我觉得习惯照顾失智症病人就会好很多，因为主要照顾病人就是他心情好就好，你不要过度要求说哦他一定要一天运动多少啊，一定要吃什么东西，主要就是陪伴。妈妈这样状态多久了？大概有七年哦。对，我爸那个时候过世的时候发现的。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就是通常家人过世会很难过，可是我觉得所有的难过的事情里面都可以学到东西，然后甚至会开启另外一扇门。我们为什么会发现我妈失智，就是因为我爸那天在吃饭，然后我本来隔天要带她回去加拿大照顾，然后她就是在吃饭跟我妈，那个时候我不在家，然后她就吃东西噎到，然后我后来看那个就是摄影机，我就发现我妈都没有处理就是我爸已经呼吸不过来的事情，然后她就自己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太不正常了，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恩爱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带妈妈去做检查，然后就发现她有就是非常罕见的失智症，这样早发性，因为她现在才六十几岁。对，所以就是幸不幸中的大幸，就是有提早发现他生病。那怎么会想说从身份的转换，然后去当有一些有趣单曲？我想要以一个，因为之前有做过 YouTube， 然后也有就是上过节目推广，然后就很感谢很多节目就是有邀请我去推广这些东西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想以一个新的轻松一点的方式，可以简单一点的走入大家的心灵，然后听歌心情好一点之余，也可以想一下背后的意义这样。然后是也揪了蛮多好友一起来做公益这样。对啊，我们那个圣诞村有很多好友邀请他们，就是都是无偿来，比如说像小刀哥啊、流星雨啊、熊熊啊，他们非常感谢，他们觉得很感动。那他们只有帮你做公益，但是没有要帮你找伴吗？哎，很多人会说要介绍，就连我去坐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啊，妹妹你结婚了没？什么哦，什么侄子、温健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就哦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但不用，没关系。对，台湾或加拿大，你们都可以考虑。对，我要出家，我不考虑。没有啊，我其实交过，我以前的男朋友好像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比较多，就是在国外长大的香港人。对，然后。哎，现在是要开始聊前男友的历史，值得聊就聊啊，交过几任啊？哎，够吗？我可以借你，我的时间没有啦，六任而已啦，还好吧？而且我们今年还好吧？交过一手，而且我们今年公司已经开始拟定禁爱令了，对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就发现这些妹妹跟弟弟们，就是谈恋爱会有点荒废工作。他们是妹妹跟弟弟。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啊！我现在才三十出头而已，离四十很远。那会想，你还是会有结婚跟生小孩打算吗？我其实没有，不强求，就是会觉得
这样讲好吗？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小孩子，太老实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当老师真的当太久，然后本来很喜欢小孩子，后来真的觉得教育小孩是一个非常重的责任，就是你要读很多育儿的东西，才可以很好的满足他的心灵上的成长，以后才不会有阴影，这是蛮可怕的。而且，那个老师当了多久？老师大概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半工半读，所以大概6年左右吧。哦，也有去日本教过书，就是看到不同国家的学生的怎么讲呢，文化跟习性还蛮有趣的。那个带的你是带的多大的？我从幼稚园到高中都带过。对，但我觉得最烦的是学生的家长，很可怕。就是来说，为什么我的那个小孩子翘课，你没有就是导正他，他做功课你也没有抓他，没做功课也没有抓他什么的。但我就会跟家长说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，请把小孩教好。所以发现带小孩不容易。对啊，带小孩真的很辛苦。我觉得所有爸爸妈妈都好伟大哦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而且从幼稚园到高中，你基本上就是我都带过了，我基本上就是未成年都带过。对啊，对啊，带个小孩也差不多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不行，没有，暂时没有要生小孩的打算，太可怕。所以你那个，如果是另一现在交往的对象的话，range 可以多宽？我range就可以。咦，不行啦！大概大的还是小的？我觉得都可以，大概正负5吧。正负。对啊。过去交往大概是年龄差。过去交往都是年龄比我大的，因为觉得男生好像成熟还是比女生慢一点。那只爱你不爱猫狗行吗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一定要爱猫狗才可以。这是可以吃荤，但要爱猫狗。那要接受爱一只还是爱好多只？不行，要大爱的爱所有。而且我家就两只了，一只怎么可以？还会再多新成员？你说猫狗吗？会，我就会一直去看。然后我朋友跟家人就会说：“你不要再看，你不要再看了。”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划要被领养的狗跟猫。我觉得那会给我动力，我就好开心哟。要不要滑一下交友网站？对吧？等待被领养的男孩。哎呦，我觉得猫狗可以带来很多好运，搞不好他们就会带一个很好的给我。而且我发现他们真的会 sense 到，就是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。就有些人他们见过十几二十次，还是一直叫。所以他们会帮我挑选，所以是有带朋友回家里，然后被狗叫过。对，就你可以出去了，拜。不是，我觉得一到晚就被咬，对，打破狼包。我觉得一夜情会，我对一夜情比较不能接受。我觉得不是会觉得乱还是什么，是我个人有洁癖，所以我会觉得你先去医院验一下再说，太麻烦了，没有人会想要跟我一夜情。要先去验一下，然后才能来。对，有一些抽血报告。加拿大都是这样的。呀，这是今天早上就这样的，就很好很好。就是加拿大人，就是从小就会有意识说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性教育的意识，然后老师就会教说，你如果没有固定的伴侣的话，你就是要每大概3个月去做一下血检的。所以不会让人家觉得，我做那个是有病还是什么。还蛮酷。每3个月做一次，没有啦。最近有人交报告给你吗？没有啦，我就都没有做什么血检，我都要出家了，我。真是的，你们好会问问题。蛮有趣的。蛮有趣。接下来呢？对吧？接下来演艺圈的计划会希望就是再发那个5首歌，然后另外我想做一个绘本，就是里面会教大家一些养宠物的知识，但以比较可爱的方式呈现吧。然后另外就是我想出2本啦，另外一本我是想探讨一些就是忧郁症啊，还有就是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人过世怎么去面对这块。
因为我之前我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我其实有就是罹患忧郁症还蛮久的，然后就是有学习到很多知识，然后加上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主修是历史跟心理学，所以一直都对心理学蛮有兴趣的。嗯嗯嗯，尤其是我觉得在台湾对心理疾病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多，像在加拿大每一间公司都会包那个保险，就是会免费让你去看心理咨商，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正常的抒发管道吧，压力抒发管道这样。我就希望把这块也带到台湾。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，我会一直躺在床上，然后就一直睡，然后也不吃饭这样，然后就是可能也有想过就是要就是结束生命这样。对对对，就觉得很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这样子。我觉得狗狗对我的转机蛮大的，因为狗狗的爱真的是很无私，就算你对它，应该说我不知道猫，因为我还没养过，但我听说猫也是这样，就是宠物它对你的爱，就是就算你状态再不好，或者是甚至你对它不好，它都还是一样很爱你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感觉到那份爱，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了。嗯，加上布丁那一只吗？就是过世那一只叫 Muffin。Muffin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对，也是甜点。对。不记错了。没有。就是单身狗写的那一只。对，就是单身狗写的那一只，它真的帮我走过蛮多事情。而且他跟我爸跟我妈的感情也非常好。讲到这个，我觉得爸妈都会嘴硬，说他不准养狗狗，很讨厌。然后最后最疼的都是他们。我有一次在加拿大出过车祸，我爸在台湾，他就打电话来说：“啊，麻烦有没有怎么样？”我就超火大，我就说：“你都没问我有没有怎样，你先问麻烦有没有怎么样。”爸妈都是这样的。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Choices that it's hard not to love.